四春夏有许多向艺术风格致敬的服装主题，让我们不禁想象，如果要塑造一个现代版的艺术女神，她会是什么模样？绘画和雕塑给了我们许多灵感，所以这次拍摄我们挑选了像棉麻等自然材质的服装来呼应油画画布的质感。在颜色的部分，我们也这次也借了许多像是乳白色还有卡其色系的衣服，其实也是像雕塑以及绘画帆布的颜色。在彩妆的设计上，彩妆师将模特的脸当作一颗印象派的画布，其实它的彩色的眉毛是我们这次的重点，你可以看到它换了非常多的颜色，让模特的五官都立体起来。发型的部分，我们参考了希腊罗马的古典发型，但是又加上了现代的演绎，搭配上这次模特穿的许多飘逸的长裙装，其实就像一个为众人带来艺术灵感的缪斯。